佢喂，你知唔知啊？佢俾我整得幾慘啊！佢點樣等啊？我叫佢喺度等我啦，我總之喺前面睇住佢嘅。今次啊，仲玩死佢！佢真係咁慘啊！係啊，睇下佢仲敢唔敢遲到。咁佢以後就會聽話啦，叫佢幾點嚟啊，就一定會準時嚟噶啦。你話係咪啊？好啦，開咗把遮啊！嗯。嚟，準備。预备，哎，报酬。阿奎，阿爸，你慢慢拍，我给你妈出一阵啊。哦，咁系啦，嗱，你拍时拍啊，喺出边拍好啦，我有屋企里边拍啊。林泉啊，对你对我的小姐客气点啲啊，啊？林泉，林泉。呢封系我写俾你嘅第95封信，但系我从来都冇收过你嘅回信。当然我唔会怪你啦，因为我根本都冇寄到，我都唔知点解仲继续写咁多信俾你。好可能你根本就冇注意到呢个住喺隔篱嘅女仔。每次我同你擦身而过嘅时候，我就会心跳加速，双脚发软，仲唞唔到气添。但系你每次都望都冇望多我一眼，我永远都唔会忘记你嘅眼睛，系几咁明亮，几咁迷人。你知道你知唔知啊？关于你嘅鼻哥，我更加印象深刻，系几咁挺，几咁坚毅。如果有人问我乜嘢型嘅嘴系最有吸引力嘅咧，我一定会讲，就系你嘅嘴啦。我觉得佢充满生命力嘅嘴，可能我将你讲成十全十美，但系喺我心目中的确系十全十美嘅人。如果俾你知道，一定会笑我。所以呢封信嘅秘密系唔会寄出嘅。嗱，你嘅表情咧夸张啲啊！待会儿呢，你就望住佢啊，要笑笑得甜啲啊，明唔明啊？喂，把你提高啲嘅猪手，当然你会压人吓，我唔识问下啊，你教我啊！嚟，大家预备。林凡，我看你需要多晒晒太阳，光合一下。老躲在屋子里干什么？少废话，他又不是仙人掌，晒个太阳。哎，林凡，你也是保罗你妹妹？哦，对，真的很像啊。哎，喂，你们少吃豆腐。林凡，你还把他们真当淑女来定性？你说话可要负责任呢，谁不是淑女啊？嗯，淑女也是历史名词，在这地球上早就绝迹了。你也不是什么绅士啊。绅士，哼，绅士多少钱一斤啊？大金，又是林泉啊。你要是不懂得矜持，永远都抓不住男人的。可是他们那些女孩子，林泉到现在也没有娶他们任何一个。你老是这么说，哼！等他注意到我，恐怕我已经老掉牙了。老掉牙了也要等。不管这世界有多进步，男人永远是男人，他们的智慧永远也达不到允许女人有权利追求男人的境界。我们何必自取侮辱呢？那我怎么办？等待，盼望。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啊？妈妈妈，爸爸爸爸，礼拜天还待在家里，怎么不出去玩呢？我们到你二姑家去啊。唉，你呢啲咧叫做戆居、嘥心机，睇呢啲相有乜用先得噶？一定要记住啊！女人咧是天生大脑小，小脑大开细，买细开大。对待佢哋咧，一定要用金钱跟头脑，千万不要用感情啊！天下的事情就系咁噶啦。
你越把他们当回事，他们就越不把你当回事。哦，你的问题在这里了，严重在啊！你老是不能忘记他们是女人，那是啥？动物，宠物呢？一只猫，一只狗，一只猴子，一只兔。你要开动物园呢？常常要给他们一点甜头，也要时常施加威力。他们需要的是主人，不是奴隶啊！嗯，明白啊。简直没想到，昨天晚上大元气的一晚没吃饭。爸爸真奇怪，光那么争气，太不敢跟妈吵了。这时候，哎，对，我跟你讲啊，哎，方林，需要我效劳吗？哎，需要。谢谢，我们习惯搭公车。嗯。你必须要知道，你跟他们心里是有区别的。我确实他们呀。又试学你大佬啦喂，林先生，怎么样的？广告片的导演，目前啊最热门的，那是你说的。哎呀，感觉怎么不传球啊？怎么打中啊？我不行了，我撑不下去了。